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写一写。这个是牛，牛，小朋友，这个图片是牛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数笔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数笔画。撇一，横二，横三，竖四。好，小朋友，这里有多少画呢？对了，有四画，我们就写四。小朋友，刚刚你算牛有多少画呢？对了，有四画，我们就写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写一写。撇一，撇一横二，撇一横二横三，撇一横二横三，竖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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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下一个，下面的两排的第一个格子我们不要写，其他的请小朋友自己完成好吗？好，好，小朋友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这个是羊，羊，小朋友，请问这个是什么呢？对了，这个是羊。好，小朋友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数笔画。点一，撇二，横三，横四，横五，竖六。好，小朋友，请问这里有多少画呢？对了，有六画，我们在旁边写六。好，小朋友，刚刚我们算了有多少画呢？对了，有六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写一写。点一，点一，撇二，点一撇二横三，点一撇二横三横四，点一撇二横三横四横五，点一撇二横三横四横五，竖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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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下面的两排的第一个格子我们不要写，其他的请小朋友自己完成好吗？好，小朋友写完了，我们就在下面画线，写上你们的华文名字好吗？好，谢谢小朋友们。